香港銀行收水，導致商界、地產界齊齊抗議，指銀行業界落井下石，成為跌市最大的禍包。而坊間一些人雲亦雲，妖魔化咗銀行窟窿呢個正常程序。我是路易斯，九年的地產經紀。如果對呢個議題有興趣，歡迎點贊訂閱支持一下。有咩情況我哋會攞物業做一啲抵押嘅按揭呢？基本上有四隻，第一種係置業嘅需求，第二種就企業嘅經營需求，第三種地產物業嘅融資，第四種就係債務重組。後兩者就比較傾向機構投資者，所以唔講。我哋最主要講前面嗰兩種常見嘅買樓換樓，有置業需求，用新買嘅物業以現市價向銀行申請按揭，係大多人嘅做法。相信買過樓嘅人士都經歷過。喺香港，銀行最主要會計算買家嘅收入能力，又視乎翻個樓價同埋個用途，作為界定最高可以借幾多嘅按揭額。舉一個例子，樓價1000萬，自用銀行最高可以借90%，即係900萬，按30年期。以現時的息率 4.125 厘去計，月收入要有89,418元。同樣的樓價，如果是用投資用途，銀行最高可借60%，即是600萬。按30年期，以現時的息率 4.125 去計，月收入需要58,158元。政府設立後，大批的內地客來香港買樓，有些內地客是沒有香港收入來源，只得內地收入來源，而且個成分是很複雜，令到銀行很難以審核，所以銀行內部都收緊了對內地客的按揭要求，但是在原則上只要合乎銀行的要求，依然都會批出按揭，因為銀行做生意就好像揀女婿，揀是揀個好好看看，沒可能揀個甩皮甩骨的。事實上香港人本身都試過被銀行拒絕按揭的，就好似設立冇幾耐，市場出現一批摸貨嘅炒家，好多人擔心炒風重現，銀行都驚嘅，所以因為風險嘅原因，大部分本地銀行都拒絕咗摸貨交易嘅貸款，所以銀行做決定唔係針對某些特定人群，而係衡量當中嘅風險大與細。似自用嘅物業，只要貸款人有按時供款，銀行一般係唔會 call 窿，因為住屋係人嘅基本需求，大部分業主都會緊守呢度防線，銀行自然唔會因為物業價值跌咗而去 call 窿，一嚟銀行怕影響聲譽，二來 call 窿好可能為銀行造成一筆壞帳，而唔係利潤，所以點計都係得不償失。第二類房地產抵押貸款係應付企業營運嘅需求。企業在發展的過程可能需要資金進行擴張或者是周轉，最簡單的方式就是企業的老闆抵押自己的物業向銀行申請商業貸款，以滿足企業的資金需求。香港銀行對有抵押的商業貸款通常都設有一個貸款價值比 Loan to Value， 簡稱叫 LTV， 指貸款的金額與抵押品價值的比率，這個比率會因各種因素有所不同，包括貸款的類型、抵押品的性質、借款人的信用和經濟環境等。而房地產的抵押品的商業貸款通常是屬於長期性質的投資貸款，銀行可能更加審慎去評估抵押品的價值和借款人的能力，去確定一個較為合理的 LTV 比例。一般情況下，商業房地產的貸款的 LTV 可能在50%-70% 之間，對於一些優質的商業房地產項目， LTV 可能會略高一些。而一般的中小企的貸款風險相對高，所以他們商業貸款的 LTV 通常都比較低，可能在40%-60% 之間。在以前樓市好市嗰陣，有升冇跌，樓價升，商業貸款的額度就會水漲船高，企業就會越借越多。而近年全球經濟轉差，企業經營困難，銀行見到企業的收入減少，風險增加，自然會收緊個借款比例。加上樓市低迷，香港住宅的價值至今跌了30%，而非住宅的物業跌幅更加驚人，大多超過50%，甚至有70%-80%。嗰堆超過 LTV 要求的商業貸款，銀行自然會 call 窿叫他們補差價。除此之外，近年的利息高企，供款壓力大增，有些企業連基本的按時供款都做不到，信貸評級變差，甚至他們抵押品最後都變成一個壓主盤。最大的例子就是鋪王波叔，他留下的企業最高的市值是800億，但是因為近年商業的環境轉差，經營困難，而他本身利用了高槓桿，遇到一個高利息的環境，令到他的企業陷入財困。而更加慘的是，物業的價值是一跌再跌，導致大多數以物業抵押的商業貸款都超過了最高的 LTV 要求，銀行衡量了風險之後就走了去 call 他窿，要他補差價，而波仔只能夠拆東牆補西牆。這個形式的籌集資金，只要個市道一路沒有改善，經過一輪又一輪的 call 窿，只會令到他整個企業的商業大局越拆越散，陷入了一個死亡的漩渦。當個市道越跌越有，就越少白無事
出嚟接货，反而啲商业大鳄会趁你命跑多几啖。有言道：商场如战场，银行亦非善堂，借钱都有资金成本。银行作为金融界嘅龙头大佬，又点会唔识计数？如果成本同埋风险都过高，又无利可图，甚至系贴钱去做生意，银行梗系会拒绝一啲不良嘅贷款，或者会收翻啲高风险嘅商业贷款。呢啲都系正常嘅操作，只不过呢个操作放喺今时今日现时嘅市场环境差，企业经营困难，有人就觉得银行唔单止收紧咗个房贷，更系落雨收遮，以 call 窿嘅形式逼死企业，俗称落井下石，非常之唔道德。要求金管局出嚟管一管银行，铲一铲企业。金管局嘅职责系监管银行业，警惕风险。金管局会管制银行过度借贷，但是收紧借贷本身就是银行业为了减低自身风险的措施。银行最大的困境就是怕企业倒闭，因为如果不会催收，一大笔借贷很可能变成坏账。如果金管局要插只手入去，算不算倒逼银行去吃死猫？银行又愿不愿意去吃这只死猫？如果金管局要去撑，就要出钱出力去接收一堆潜在的坏账，最后埋单都是政府。作为香港的纳税人，你又愿不愿意政府用你的钱去救那些企业？事实上政府都推出过中小企百分百融资担保计划，而结果就个坏账率是去到 9%， 相信这个数字会持续上升。金管局本身就一身礼，又要找市上身，如果金管局不去理，商界或者地产界就会说金管局不作为，任由银行逼死中小企。这个都是两难，怎样去平衡？现代社会崇尚自由经济，市场是优胜劣汰，只要香港保持到一个优质的法律体系、金融系统，我相信政府越少的干预是越好的，市场会自我调节、自我复苏。而我觉得事件发展到最后，最大可能是金管局出一两条指引，不会强制银行去执行，银行可以选择自行放宽一些要求，选择跟一些优质的企业共度难关。商场讲究利益，如果真的要讲道德，真的很想做市长人肉，麻烦请自己去捐钱。今天的时间就有这么多，我是路易斯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